Hello， 大家下午好。让你们先休息一下，先把裤子提了上来，先把裤子提了一下。我们先选一下舞蹈，《风中的芭蕾》和《清风》，一和二。谢谢谢谢，裤子的快提了起来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我看一下一比较多，我们来调一。一段芭蕾舞，然后可能跳的不是很好，希望大家谅解哈。芭蕾舞送给大家。
谢谢。然后我们来跳第二支舞，比较热，因为这个舞蹈它有很多的空。开了空调，稍等一下，我把鞋穿鞋脱一下。好，那个我们看一下下一支舞，清风。我可能跳跳就跳下去掉下去了，跳下去可能我跳那个清风的时候跳下去掉下去了，因为那个清风时间比较长。等一下，我先缓一下我的脚，这个有点疼，因为好久没有跳芭蕾了。谢谢，那喜欢的可以顶一下右下角直播通知哥哥，手机用的关注在头顶上，记得顶一下我们九九三的关注，看舞蹈就在九九三，全网最真也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好，我们来跳清风送给大家。
敢相信我跳完之后还有时间，谢谢谢谢。因为这个歌是一个五分钟的曲子，我有点热，谢谢谢谢。那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直播通知哥哥。衣服有点幼稚，瞎说，就是我们专业芭蕾舞的裙子。大脚，等一下大脚回来，我还有85秒。哦，正好看一下，我的下一套衣服的话，一个是白色的裙子，一个是粉色的裙子。白色的裙子扣一，然后粉色的裙子扣二，正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穿哪条裙子。好吧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可能跳的不是很好，因为也不是特别的专业，想睡觉呀。好，那我看一下啊，对，那等一下，白，我刚才说的是白色裙子是一是吗？哦，白色裙子是一，粉色的裙子，比较活泼一点的。下一个麦序给大家跳活泼一点的舞蹈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大家记得点一下右下角直播通知哥哥为大家转播一下哈。哎呀，这个衣服简直了。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直播通知哥哥可以点一下，大家可以点击右键关注一号麦和二号麦的关注，谢谢。那我就下去了哈，下一个麦序见了，先领准备一下接麦序了，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有请你们的大脚，好，我等一下去换那个粉。